为爱真理的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。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，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能住，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不该回头。所以牵了手的手，前生不一定好走，也许有了半个路，今生还要更忙碌。所以牵了手的手，今生还要一起走，所以有了半个路，没有岁月可回头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学校的老师，我可能也不认识他们，还有很多同学，他们在后面 support 我，帮我，啊。然后大家还是要认我嘛，不然会觉得是诈骗集团，所以我在街头在夜市这样卖，我一个月通常要卖10000张我才罢休。10000张要干嘛？给所有的戏院老板愿意上我片的老板看到票根啊，你有10000个观众可以进来，不要担心啊。所以蔡明亮，人家还以为我是一个不卖钱的导演，但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卖座导演，可是我不是一个不卖座的导演啊，我永远可以保住我的戏院，看让想看的观众可以看到，我将站了19年。听了如果你有感动的话，赶快再跟我买票。今天就来这里拿票，还是付钱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呢？我觉得到底是什么冲动让我这样做哈？我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，啊，可能我是乡下长大的，啊，我家里是做生意的，卖面的，我从小可能也要帮妈洗碗，抹桌子，我家还开过农场哈，养鸡，我要去扫鸡粪，我什么鬼都做。我小时候第一个生意是什么呢？我大概小学3年级，我就去卖鸡蛋，因为我家生鸡蛋。我拿一个篮子去卖鸡蛋，我第一摊生意卖完了回来，掉了马币10块钱，已经是很多了，就被还好没人骂我，反正就掉了钱啊。可是你看，我现在就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卖票，卖你自己的东西，而且是好的东西，而且是对社会会肯定有影响力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这样卖，我完全不会有不好意思。哦，当然我有时候会觉得，哎，有点。是怎么样？我这么有名了，我是大导演，我去了堪称，去了威尼斯，罗浮宫还找我拍典藏电影，是怎么样？我还要一个一个，有人是很反对的，说简直不可理喻这个事情，可能会觉得我没有风骨，我说不是，
我太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体制是什么，你没办法一下改变它。好，你再怎么宣导，好，你贴很多文字哈，没有用。好，你要让他看到，看到一个作品，看到一个作品跟别人不一样。好，一百个人看到，有三十个人睡觉，有五十个人挂膜，好，心里很脏话哦。有二十个人喜欢了，这个喜欢里面是因为他懂了吗？没有，他就喜欢了，好，他就进来了，懂吗？好，我是用这个方式慢慢累积。我曾经在一个中学啊，好像是南洋还是哪里啊，校长喜欢我的电影，因为是罗浮宫的演唱，他请我去给是几百人的同学演讲，六百人，中午啊吃饭后。都是被叫去的，所以倒了倒，昏了昏了，嘴巴张很大了，我就看了，然后我就说同学，不要不准哈，你要睡就睡，但心里面要有一个感受，要有一个想法。说这场演讲下来，很可能三十年后里面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，就是我这场演讲讲出来的，然后大家就鼓掌，老师就带头鼓掌。就我要去说服他们，相信这个社会是有可能被改变的。这个社会不就是被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我们要把它变回来一点，变得再柔软一点。你看台湾为什么可以通过婚姻平权，就是因为变了，是好的改变，是非常好的改变，给台湾一个掌声。从相思河畔牵到你，无限的甜蜜埋在心坎里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变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坎里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坠落了那散在，为什么会回了彩虹？人生本是梦，自从相思河畔遇见你，无限的甜蜜伤在我心里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谢谢。你的脸会演到月中，下月中，不要再等了啊！有人买票的时候说，我考虑一下，我知道你不会再来了，不要考虑，遇到我。不知道缘分啊，一个机会啊，票拿到你的面前啊 ，Yes or No 我都 OK， 因为我都把我的理念告诉你了，不要再等啊，等了就错过了啊。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还会不会排练，明天谁知道？对，明天就明天了啊。然后这个电影正在演啊，已经演了第三天。我看到的反应，我看到哈，我只能用我眼睛看到，感觉到反应很好。当然，最重要是台北电影节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入围了四项。看过的都知道说好厉害，我这样的电影也可以入围最佳导演。请问你导了什么？导演有时候就是他的眼睛，他的感觉，
啊，不知道倒了什么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作品其实就是我的眼睛，我的感觉，啊，所以啊，有人买票是吗？随时都可以过来哦，就拿两百块过来，我会很开心，啊。所以台北电影节给了我四个入围，啊，我特别高兴是颁的荣誉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，不是他是我觉得好荣耀，他帮我做了音乐，好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他竟然入围了，啊，那也特别谢谢这些评审，评审是谁？我以前也会问评审是谁，怎么这样子？现在我也在问评审是谁，他们好棒，眼界好大。好有眼光，啊，所以入围了四项，啊，听到这样还不买票吗？啊，还有呢，他得了这个影片去了四十几个电影节，去了威尼斯，去了纽约电影节。纽约电影节是我跟你讲，我的电影去影展是很不容易，啊，我每次接到电话说导演进威尼斯了，不是说你得奖啊，当然很兴奋，但是不是那种感觉。你进威尼斯了，我的眼泪就会滚下来，因为我又进威尼斯了，哦，很不容易。而且我是凭着很奇怪的电影不停地进影展，不是凭着大家习惯的剧情片进影展，不是，每一次都很奇怪，他们很头痛说到底要放在哪个单元，所以呢进去那纽约电影节更好玩，纽约电影节是超难进的，你进去就真的要谢天谢地，因为他们纽约客你知道吧，就很刻薄。好，自己拿，哦，记得你缴钱，不要忘了。啊，然后纽约电影节，我第四次进去，我拍了十部电影，我的每一部电影都很厉害，可是他只给我进去四次，你的脸也去了，啊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特别开心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本来身体不是很好的，而且那么累，我没有停，我不停地卖票，不停地做展览，不停地还要谈很多事情，我后面还有工作，我几乎是很累，但是我身体精神很好，我想这就是一个鼓舞啊，所以真的欢迎大家没有看的赶快去看，然后赶快叫朋友去看，让这个戏院真的保有它的。啊，最珍贵的地方有非常多的可能，这是我们的光，好不好？很讨厌。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一切，为了你。冬也不能冻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梢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。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，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总记得在哪里，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悲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谢谢。也许现在的你
日子过得并不如意，也许现在的你有着自己的天地，虽然曾经断断续续有你的消息，可是在梦里已经找不到你。也曾有人问起我们过去的爱情，也曾偶然想起那一段甜蜜的回忆，在我心里年少轻狂已成过去，我的世界里早已不再有你。梦不到你，梦不到你，从不曾怪你和你埋怨过你，虽然我也曾经哭泣。梦不到你，梦不到你，不愿再想念你，牵挂着你，就让我轻轻地忘记。修订会春红对冰吹，扎起北回归这边，表象人票来。